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带给大家原神 4.8 卡池最新消息，第二期混池将会上线。原神 4.8 卡池爆料，吊箱师技能机制，霸王舅舅流出那塔火神命之作天赋图曝光。原神 4.8 吊箱师艾美丽 IV2 特大改动，这波是大增强。4.8 卡池最新消息，第二期混池也将会上线。首先 4.8 上半登场的角色分别是新角色调香师艾美丽埃和尼禄，下半登场的角色分别是申赫和莱欧斯利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纳维亚插队而申赫延期。接着就是第二期混池的登场角色，第二期混池大概率将会在 4.8 开放，除了常驻角色克勤和七七之外，还有甘雨、达达利亚、胡桃和叶兰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第二期混池相对第一期来说就非常吃香了，想要的伙伴们记得